林心如近期一直在宣传苏有朋的电影，所以常常会出席发布会，但她的身材却是一如既往的好，妥妥的辣妈一枚。林心如还公开了说出了瘦身秘诀，那就是三餐主要是不吃油腻的东西，不吃外食，最后多喝一点水，增加饱腹感。减肥食谱也公开啦，宝宝们快来看一看。早餐就喝两包代餐，搭配一个炒蛋和低热量的汤。午餐是吃猪颈肉和蒸鱼，但都是不放油的，因为都是开水烫的或是蒸的，热量低，营养价值高。中午就不吃米饭了，用五谷杂粮代替，还有没有油的汤青菜。下午可以吃两个拳头一样大的水果，但都是低热量的小番茄、奇异果、促进肠道蠕动的香蕉、酸酸的草莓，还有芭乐。看了这份减肥餐，你们有什么想说的？而我们的陈妍希为了减肥，家里不放吃的，冰箱里面也全是蔬菜水果，连面包都是全麦面包。为了减肥，常年不怎么吃盐，也是蛮拼的。